琅琊榜网罗江湖各路好手，其中最厉害的就是梅长苏，聪明过人。皇帝办了比武招亲，为的是帮云南女郡主找夫婿，没想到获胜的竟是藩帮之人。停！梅长苏足智多谋，主动献计派三小童来应战。郡主只要安心看便是了。琅琊榜12月15日起，周一至周五每晚9点，锁定26台，我来综合台。